90后当红歌手胡夏8月30日晚现身南京某商业广场为新专辑发行造势。晚上8点钟，歌手胡夏准时来到了活动现场，刚一登台就向现场的歌迷问好。哈喽南京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胡夏。哈喽，谢谢。在例行的寒暄过后，胡夏与歌迷们做起了互动游戏。在歌迷的队伍中，不乏有老年朋友的加入，他们表示追星不一定是年轻人的特权，老年人也有音乐的梦想。我喜欢追星啊。你也是来追星的是不是？我们老年人就看看吧，就是来了吧。是胡他呀，爱他唱的歌。从台湾超级星光大道选秀出道的胡夏，一直对选秀节目钟爱有加，并直言参加选秀节目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用心去唱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其实我觉得比赛是给所有喜欢唱歌的朋友一个平台，去认识自己跟锻炼自己的一个过程嘛，所以我觉得喜欢就大胆的去做，我觉得过程很重要，一定要准备充分。那我觉得过程当中尽力了，然后不要太在意结果，不管结果如何你都不会后悔。唱而优则演，有一副好嗓子对于胡夏来说并不够，首次触电伤心童话电影后对电影越发着迷。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之后能够有机会能够尝试更多不同的角色，我觉得这也会让自己有更多的锻炼跟感受吧。现在目前最想演的就是赛车手，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，所以还没有能够达成这个愿望的时候就先去演一演，过一把瘾吧。随后胡夏现场演唱了一首新歌《爱情离我一公尺》，向等待签售的歌迷表示感谢。